果然没看错，这跟当年洛河身上佩戴的木珠一模一样。我答应，一旦等我恢复记忆，想起任何关于风云令的事情，我马上就回来告诉你。原来你是得了失忆症啊！哎呀，你怎么早说？我专治失忆症，我能把你脑袋里所有丢掉的记忆全都找回来。